Nijun.之前是想说我先提前布置好，等你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亲了。别害怕了，我把它撤了啊！你傻？我谁说我不喜欢？花你买的？是。 这个就是你一会儿穿的时候就围在领口的，啊！坏了！不可能，我全部检查过的，哪儿坏我？女孩子在出嫁前不能见夫君。 我先撤。等一下。 你等我啊。 我说让你等我，你听见没有啊？